你们一定见过黄果树瀑布，没有？你们看过《西游记》那个电视剧没有？看过。开头的时候，师徒四人，那是黄果树吗？师徒四人在那个瀑布上面走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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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月亮跟子萌，倪老师都是好老师，但是因为他在，我对接下来我上课一点信心都没有。这位同学，来这边站着，角落罚站，不要说话。对着墙站好，好，同学们。日出，送走晚霞。不要说话，是老师让我不说话。我唱歌，我也没说话，我没有说话，我在唱歌。腾达，这是什么字？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台词。我好好的。